陈平原，据说分专题编散文，我们是始作俑者，而且这一思路目前颇能为读者接受，这才真叫无心插柳柳成荫。当初编这套丛书时，考虑的是我们自己的趣味，能否畅销是出版社的事，我们不管，并非故意清高。 或推卸责任，因为这对我们来说纯属玩票，不靠他赚名声，也不靠他发财。最初的设想只是希望有一套文章好读、装帧好看的小说，可以送朋友，也可以搁在书架上。如今书出的很多。 可真叫人看一眼就喜欢，愿把它放在自己的书架上随时欣赏把玩的却极少。好文章难得，不敢说也无遗贤，也不敢说入选者皆字字珠玑，只能说我们选得相当认真，也大致体现了我们对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的某些想法。选家之事，说难就难。 说易就易，这点如鱼饮水，冷暖自知。记得那是一九八八年春天，人民文学出版社约我编《林语堂散文集》。此前我写过几篇关于林氏的研究文章，编起来很容易，可就是没兴致。偶然说起我们对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的看法，以及。 分专题编一套小书的设想，没想到出版社很欣赏。这样，一九八八年春天，钱理群、黄子平和我三人又重新合作。大热天闷在老钱那间十平方米的小屋里读书，先拟定体力，划分专题，再分头选文。读到出乎意料之外的好文章，当即。 奇闻共欣赏，不过也淘汰了大批徒有虚名的名作。开始以为遍地黄金，捡不胜捡，可沙里淘金一番，才知道好文章实在并不多。每个专题才选了那么几万字，根本不够原定的字数。开学以后，又泡图书馆，又翻旧期刊，到一九八九年春天。 才初步编好，接着就是撰写各书的前言，不想随意敷衍几句，希望能体现我们的趣味和追求，而这又是颇费斟酌的事。一开始是玩票，越做越认真，变成撰写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史的准备工作。只是因为突然的变故，这套小书的诞生小有周折。 对于我们三人来说，这迟到的礼物最大的意义是纪念当初那愉快的学术对话。就为了编这几本小书，居然大动干戈，脸红耳赤了好几回，实在不够洒脱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确实有点好笑。总有人问你们三个弄了大半天，就编了这几本小书，值得吗？我也说不清。 似乎做学问有时也得讲性质，不能老是计算成本和利润。唯一有点遗憾的是，输出的不如以前想象的那么好看。这套小书最表面的特征是选文广泛和突出文化意味，而其根本则是我们对散文的独特理解。从章太炎、梁启超一直选到汪曾祺。 贾平凹，这自然是与我们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密切相关。之所以选入部分清末明初半文半白，甚甚至纯粹文言的文章，目的是借此凸显二十世纪中国散文与传统散文的联系。鲁迅说，五四文学发展中，散文小品的成功。 几乎在小说、戏曲和诗歌之上，小品文的危机原因大概是散文小品稳中求变，守旧出新，更多得到传统文学的滋养。周作人突出明末公安派文学与新文学的精神联系，反对将五四文学视为欧美文学的移植，这点很有见地。 但如以散文为例，单讲输入的速写、随笔和富立通固然不够，再搭上明末小品的影响也还不够。魏晋的清谈，唐末的杂文，宋人的语录，还有唐宋八大家乃至桐城谬种、选学妖孽，都曾在本世纪的中国散文中。 产生过遥远而深沉的回音。面对这一古老而又生机勃勃的文体，学者们似乎有点手足无措。五四时抬出美文的概念，目的是想证明用白话文也能写出好文章。可美文概念很容易被理解为只能写景和抒情。虽然由于鲁迅杂文的成就， 政治批评和文学批评的短文，也被划入散文的范围，却总归不是嫡系。世人心目中的散文，似乎只能是风花雪月加上悲欢离合，还有一连串莫名其妙的比喻和形容词，甜的发腻，或者借用徐志摩的话，浓的化不开。至于学者是重知识。 中趣味的书淡的闲话，有点苦涩，有点清幽，虽不大容易为入世未深的青年所欣赏，却更得中国古代散文的神韵。不只是逃避过分华丽的辞藻，也不只是落笔时的自然大方，这种雅致与潇洒，更多的是一种心态，一种学养，一种无以明之。 但却能体会到的文化味儿，比起小说、诗歌、戏剧来，散文更讲浑然天成，更难造假与敷衍，更依赖于作者的才情、悟性与意趣。因其技术性不强，很容易写，但很难写好。这是一种看似容易成却难的文体。 选择一批有文化意味而又妙趣横生的散文，分专题汇编成册。一方面，是让读者体会到文化不仅凝聚在高文典册上，而且渗透在日常生活中，落实为你所熟悉的一种情感、一种心态、一种习俗、一种生活方式。 另一方面，则是希望借此改变世人对散文的偏见，让读者自己品味这些很少写景也不怎么抒情的闲话，远比给出一个我们认为准确的散文定义更有价值。当然，这只是对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的一种读法，完全可以有另外的眼光、另外的读法，在很多场合。 沉默本身比开口更有力量，空白也比文字更能说明问题。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，我们淘汰了不少名家名作，这可能会引起不少人的好奇和愤怒。无意故作惊人之语，只不过是忠实于自己的眼光和趣味，再加上慢说文化这一特殊视角。 不敢保证好文章都能入选，只是入选者必须是好文章，因为这毕竟不是以艺术成就高低为唯一取舍标准的散文选。希望读者能接受这有个性、有锋芒，因而也就可能有偏见的漫说文化。一九九二年九月八日，于北大。